听说有王思佳条款的事情，就是我没有听说，那现在有吗？为什么？那个就是因为他包包的事情，海报的事情，知道我们吗？嗯。然后艺人拿包包来，节目都会签特别的请专家。没有。我没有说。那我们一直以来，我跟老板们是做没有，谁会去？那只要包包了，你看吗？哎，我送你，我送你。好，不要走，我去坐着。我来，我要打。不是，我不能打。非常。你可以帮老婆选包包啊。听不见了。那我们是谁会去想怀疑人家的包包？没有想都没想到，不可能。所以不知道哎，我们怎么说？那你那时候看到新闻呀？新闻，新加坡。当然。他们说，就是网友也有波及到这么久的新闻了，你们还要再拿出来讲？因为你没有讲新闻呢，因为你还没有讲过。我跟他讲，真的怎么样？我就怀疑，他是什么？艺人的。会不会最后我们都跑光了？不要这样，他们也知道。全身上下最紧的就嘴巴了，问不出个屁。那现在节目还会做包包单？会啊，还是的。可见你很久没看。他是担心说公信力这个部分，毕竟这个是一个这么经典的。哎呦，一开始我们做每样介绍每样东西的时候，大家还不是啊，老师讲的都好好用，为什么我们买回家就不是那个样子？这本来就是。做节目嘛，那还有可能找私家来上。当然了，欢迎，只要他愿意，他现在在比较挑节目上，私底下有联络。有一次就是我要约他吃饭，然后因为他的小孩确诊，然后我们就延了。然后他后来小孩好了，老公又确诊，所以就一直延到现在。月中会跟。会跟欢迎，还有跟他吃饭，再跟您报告。